那个地儿啊、嗯、这个来我就说你气血进，气血进的，你在催我的时候，你听着，我是满的，满的都灌，像个注射器似的，听着没有？就是这样，你硬，你太硬，你越硬我越好推，是吧？你要跟我俩松，我还不是那么好推，你硬，你梆梆硬，梆梆硬，这时候出现个问题，我一推你就顶住了，这就我跟你们说那个墙，完了你就老想在这个墙上推，就不要，你看这是墙吧？我在墙后面。推吧，你这儿多厚墙没勒你，我推那个篮球架子，你那个墙就不成立了。我知道，关键是老师他不是从这直接在这里就过来了。对啊，你推，你这有墙，我一推，我这手没关系，把这手松开，你一只手抓我来，好了，你在这顶着我，我一推这这走是个墙，出墙有什么问题？一出墙我这是胳膊是不是胀了？紧的，对，紧了，我这是不是硬了？对。我这个硬就说明我的劲儿憋在这儿，而这个劲儿憋在这儿还是不憋的，取决于不是你堵我，是我的意，我不让他憋在这儿，我想的是过去，我想的是过去就过去了，所以你推我的时候，我不带你一个枪，我就过去了，他没从那胳膊上走，是吧？就直接就过去了，对，那这就是说啥呢？推着我。我这走就是胳膊要变化，对，我胳膊要变化，你堵的不让我胳膊变化，那么我胳膊变化的时候，往前的时候，这个气也往前，它俩是一致的，这个不要，你现在要练不一致，什么叫不一致？我胳膊不动，那个气走，你得把这些东西听见，还是分清了，就不是和形体对吧？没关系，所以你一俩手来抓我，推我的，使劲推，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身体是没分开？我是被你推，我一分开，你看你马上就不一样了吗？我身上一分，是不是马上就不一样了？就是那个东西从还是那个东西从形体里出来了，它不是在形上裹，是不是？就是你看啊，我说这还都是气水进的啊。等气水进再练的时候，你看你推吧，这个都是细的，就在这儿。你看我推这儿了，你推胳膊吧，胳膊是软的，但我这个在这儿，是不是？你推胳膊是软的，再有俩手都推，身上是软的，是不是在这儿呢？我就在这个头，是不是在这儿拿着呢？是不是在这儿拿着呢？对对，是不是推我来？我身上我不动，身上我不动点，身上肉都是软的。我一旦一动，都坐在这个上面。对，就在大腿上呢，对吧？但是你能够从身上分出来，空出来，把这个虚实分出来。所以你一搭我这是实，对，我这是实，身光是实点，我这实呢，哎，这光是个实点，是不是？或者呢，你来，你一来的时候，我这手。没有，不是啥也没有，是一个反劲，就是你推我来，我这是有个劲，这是这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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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拿着你来了，是吧？老说那家那家的，你怎么知道？推，推，还有吸力拽着，是吧？所以推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空间上有感觉。